2020年一好友罗志祥的前女友周扬青公开表示，罗志祥与他的兄弟时常举行正常人都无法想象的多人运动，意外卷入该风波。事件发生至今也已经3年了。近日大根上节目透露到，有次去女友家，女友爸先是问自己曾经交往过的女友数量，随后默默询问到有没有多人运动啊。一番话让大根内心惊恐一下，并诚实说道，叔叔恐怖了，我真没有。没想到随后女友爸却相当冷静表示，叔叔有，此时让大根忍不住笑出来。接着女友爸还说道，没关系，如果你真的有，叔叔也不会觉得怎么样，你要对我们家女儿好一点。